林世峰打包。 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又来打包了。收卡的姐妹真的很好，每次都多给我很多打包费，让我受宠若惊。姐妹人真的特别好。再次来吐槽一个癫海，他在奶味蓝群里出假卡，后来收卡的姐妹又把卡出了，才发现卡是假的，所以就问了一下这个癫海，结果这个癫海破防了。本来大家都向着他说话，因为收卡的姐妹没有开箱视频，还经过了一次转卖，不能确定卡在哪个环节变成假的。但是这个癫海就跟嘴里装 TNT 似的，满嘴喷火药，好像要把群里人吃了，说什么卡出的时间涨了，凭什么找他，还管群里的姐妹们一口一个小孩叫着，说什么小孩幼稚。后来发现他是2008年的，好家伙，我以为他30了呢。小嘎巴豆硬装大人，难道他早熟啊？他破防了，还去抄话写了小作文，估计他考试作文都没有那么多字，还说群里的一个妹妹没有素质。后来发现这个癫还休学了，怪不得这么癫在互联网上发疯，原来没接受过素质教育。他还倒卖卡，他在别人那里收了卡，想要高价倒卖，结果没人买，他就想跑单，卖家要他 20% 的跑单费，他不给，说给人家 5%， 结果卖家挂了超话，他又开始写小作文卖惨，动不动就破防。癫孩真的恶心人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癫孩，平常接触的都是礼貌可爱的好孩子，最后把他的账号给大家避雷，希望大家都能追星愉快。奇葩怪人、骗子、癫孩都碰不到。最后我们一起庆祝啊，在1月29日回归。好了，拜拜。打包日记，今天来打包，顺便来吐槽一个乞丐姐，她一直关注我又取关我的，就是这种操作反反复复。有一天她又关注我了，她给我发了一个私信，问我能不能借她20块钱，她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。我当时满脑子就是 WTF， 我就问他理由，结果他说欠同学20块钱，真的给我整无语了。你欠同学钱凭什么我还啊？我又不认识你。我就问他了为什么拿我的钱还，他说帮个忙。我就问我们认识吗，他说不认识会还。我是什么圣母吗？我只是一个小博主，虽然我也会捐款给各类基金会，但是是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。你管你同学借钱让我还，我是什么冤种吗？而且这种事情不止一次，总有一些网络上奇奇怪怪的人找我借钱，都是一些很离谱的理由，例如想买小卡、不邮费等等，真的是脸都不要了。后来我和乞丐姐说不认识不借，我们又互相拉黑了。后来发现乞丐姐偷别人的出卡图，然后进行出卡骗人，已经有姐妹被骗了。就这种人借给她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家以后一定看好自己的钱包。好了，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